好，首先强烈建议你的 Verb 哈，要直播的话呢，建议接电源，好，外接电源，它行动电源就能播了。接好之后呢，开机。所以今天出班了。没有。感谢啊。EFP。来 Verb 好了之后呢，在这边开。WiFi。蓝牙千万别开。WiFi 开好之后，选连线的话呢，你就是选二 G， 选择那个无线 WiFi 啦，讲错，选无线 WiFi， 你可以连任何的 WiFi， 啊、哦，你自己选。那如果选，好，选好之后这边就连上了，连上了之后呢，很简单，按右下角，再选广播，按选 YouTube 右边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播了，这就可以播了。那把标题字幕都打清楚，然后选择解析度，不要选720，选自动，这样子呢才能流畅播出。选自动，它会依照你的频宽帮你调。再来，你是全选公开或个人自己决定。好，按下面黑的地方，这时候按开始广播，它就播出去了。好，再来另外一个做法呢，就是这里。啊、哦，选择连线，选择建立，好，建立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的手机呢 ，WiFi 打开就会看到这一组产品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选下去，选下去之后再开 Verb。好，去开 Verb。记得、哦、第一次选要打密码。好，密码打一下，我念哦。好。5015。嗯。845740。好，加入之后呢，开 Verb 的软体。那么很快的，它就连线上了。那连线上之后呢，一样哈，就是开始，没关系，这先不管。连线上之后呢，就选一样的操作方式，就可以进行直播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那现在打叉叉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你现在连的是手机，这个 iPad 是没有4G的原因。对的，你自己没有，你这个是 你自己本身要有 SIM 卡才能够进行这个动作，如果没有 SIM 卡是没有办法执行的。好，谢谢。